北疆。啊，来，再讲。啊，我们现在要启程去北疆。啊，北疆啊 ，OK。啊，13天。啊，14天。几点的飞机？12点。15分了。OK。看。OK。啊，现在几点？现在已经10:10了嘞。还没有啦，我的真的十点，还有5分才 check in， 现在10:10，15分才 check in， 啊，现在是现在是12:49，哈哈，你这点哪困？这个是 T Terminal 3C， 开门了。下飞机了。你现在在 C07。几天的？我们要坐 C1901的飞机到乌鲁木齐啊。而且很冷。哎，那边他们拉不起。不用了，你坐直角就好了。怎么样？去哪里？排队。9:50哦，在这个 CA1901 的航班上面，这边是乌鲁木齐的机场，我们刚刚抵达。就是坐这辆大巴，旅行车。青旅，咱们都应该有听说过中国青年旅行社啊，是中国呢最大的一家旅行社了。我呢，我们来这边用午餐。美丽华，啊，叫美丽华。美丽华酒店。哎，刚才我们吃的那个好像是哪个吧？这个是谁？不是了。什么是十哈？啊？哦，这个写那边五星的，我们就住在这边这间美丽华大酒店。开门了，来这个大巴闸，参观塔。哎，我你也是第二次来这边哦。我是第二次来啊。我去年才来的这边。啊，这个剧院。要我们7:00出飞机的，到这里。啊，没有。上面拍下来。最好高哎，上这个塔要给钱的嘞。大家等于说20块钱哦。先拍两。哇，送礼物啊，不错哦。每个有。谢谢。节日愉快。
节，他们在庆祝端午节。下去，我们就在这边用晚餐。